家好啊，欢迎嚟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菲力士啊。社会慢慢开始复常啦，大家都去旅行，而菲力士都唔执书。今次咧，我哋会系去呢个德国同埋瑞士玩十日嘅。我哋呢次咧系坐亚联游航空佢嘅 A380 空中巴士，先飞杜拜，停几个钟头之后，再转机去法兰克福。搭咗十几个钟头飞机之后咧，我哋终于嚟到呢个德国嘅法兰克福啦。咁我呢次嘅行程咧会系五日喺德国啦，五日喺瑞士嘅。Let's go！ 出发去第一个景点啦，沿途经过咧都好多呢啲咁嘅油菜花嘅花田喎，真系令人叹为观止啊！我哋第一个景点吕德斯海姆喺莱茵河畔隔篱一个小镇。呢度充满欧陆式建筑风格。今日咧就啱啱就系星期日，周围两边嘅 cafe 咧都坐满咗德国人咯。咁大家都好享受呢一个悠闲嘅下午，佢哋可以慢慢坐喺度咧，叹下啤酒啊，倾下偈啊，咁样可以消磨成个下昼嘅，认真爽。突然间谂起一首歌嘅歌词。的确系可以形容而家呢一度嘅景致啊！行完吕特斯海姆之后，都已经系黄昏啦，咁我哋就准备去食我哋嘅晚餐啦。我哋去咗一间地道嘅小店度食德国猪手啊！今日我哋嘅目的地咧，就系去法兰克福里边嘅罗马广场啦。罗马广场嘅中心咧，就系呢个自由女神，而围住佢周围嘅全部都系呢啲好古老嘅建筑物。包括市政厅，带大家走一圈啦。喺我哋周围参观嘅时候，就发现到有一间教堂，而行入去之后咧，就感觉到欧洲嘅教堂特别庄严同埋宏伟。其实除咗罗马广场之外咧，呢个附近嘅建筑物都非常之有特色嘅。今日咧，我哋嚟到呢个美恩河嘅库伊堡市集市场，大家睇下好大嘅喎。咁我后边咧就有一间好大好靓嘅教堂。无论点都好啦，欧洲就真系欧洲。呢一度嘅建筑咧，点样都系好充满欧洲特色嘅，点影都靓啊。不过只系可惜，今日啲天气咧就比较差少少。今日我哋去影多啲靓相 ，Let's go！
行到攰咧，就食翻个当地人最中意食嘅椒盐卷饼，加杯咖啡，认真 relax。符之堡主教宫建于1719年，是德国巴洛克的代表设计，里面有很多主教要来接待客人的房间，可以说得是设计得美轮美奂，充满着德国的艺术气息。如果这里要行，行一日都不够。喜欢艺术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。同时在主教宫外面也有一个挺大的花园，大家都可以在外面打卡的。罗滕堡呢度地势高低起伏，又有周围又有呢个钟楼啊、塔楼啊、木造嘅房啊咁样样，仿佛咧就好似翻到18世纪咁样样。咁我哋好似去咗一个时光隧道啦，亦都称得上系欧洲绝对最优美嘅城镇之一，亦都系德国嘅浪漫之路。在主街的两旁都有不同的商铺，例如瑞士军刀、药妆，甚至是很出名的圣诞老人屋这样。所以喜欢买东西的你绝对不需要担心。欧洲的广场有什么好呢？最好就可以探下咖啡了，户外的咖啡真的坐得很舒服。哦，响钟添，原来唔怪得咁多人在后面，有几多人影相。由于这里的建筑物都是色彩缤纷，充满欧洲古色情怀，如果大家继续可以慢慢探索的话，可以告诉你们，打卡都打到你手软。在这里随便拍张照片都好像油画一样。纽伦堡，德国最有古色的大城。二次大战期间有 9% 的建筑物都被战火破坏了，跟着之后就努力重建，完完整整重现了中世纪时代的浪漫风格。穿过广场之后就来到市集中心，非常热闹。
身为一个单车仔，菲力士都留意到德瑞的人呢都喜欢用单车代步的。不过大部分都是正常尺寸的单车，而接车呢这么久都只是见过两次而已，可能他们地方大的关系吧。行到攰攰地，又试下雪糕先。哇，呢间店啊！又一日啦，呢间 IBB 酒店坐落嘅小镇位置，风景都唔错噶，而且俾人感觉都系好恬静咁样添。我哋今日首先去 Outlet Shopping 先。順便試下佢哋嘅有機熱狗餐，哇！真係真心難食啊！ Shopping 絕對唔係我哋嘅目的，不過都叫佢有少少收穫咁啦。經過寶馬博物館，順便體驗一下男人的浪漫先。慕尼克，德国的第三大城市，而且是主要的经济、文化、科技和交通中心之一。当然了，还有他最出名的球队拜仁慕尼克。来到慕尼克，怎都要到一到玛利亚广场的新市政厅，感受一下哥德式建筑的鬼斧神工。来到市政厅的中庭，你会觉得更加壮观，而且用多了一间咖啡可以慢慢叹气。来到德国，怎可以不吃猪手喝啤酒啊？我们今晚去这间是整个德国出名的皇家啤酒屋，兴建于16世纪。它最出名的就是它这里的猪手，外脆内嫩，所以每晚包括本地人都好，都排晒长龙，座无虚设。而它的啤酒呢，无论黑啤又好，黄啤又好，都是比较淡的，相对容易入口。今天我们会去被誉为世界最美丽童话城堡的新天鹅堡。哇，这么快呢就去到德国的最后一天了。由于堡垒就在这个山腰中间，行上去大概都要半个钟头到，加上落雨，所以今天我们选择坐马车上去。虽然落着雨上山，但是沿途的风景都十分之靓。听讲话咧，白雪公主嘅城堡都系根据佢呢个概念设计出嚟嘅。我哋又对城堡里边嘅设计装潢冇乜兴趣，亦都冇乜时间，咁所以求其打个卡就走啦。打完卡之后咧，我哋就翻落去咯。不过今次我哋唔搭马车啦，我哋就慢慢行翻落去，同埋跟住就喺一间超过100年历史嘅餐厅里边食嘢。他们的牛肉螺蛳粉的而且确是不错的。离开新天鹅堡之后，我们就正式踏上瑞士的旅程了。但是我们会首先经过一个小国叫做列支敦士登，在那里参观一下先。我们会坐这种小火车环绕大半个这个国家的。列支敦士登是一个非常之小的国家，面积只有158平方公里，人口得过40,000。他们是君主立宪的国家，即是说他们的元首是叫亲王的。这里的人的生活给我的感觉都是跟欧洲其他的地方都是一样，都是很放慢、很舒服、很悠闲的，不会跟你急。
下一集我哋会正式进入世界花园瑞士，记得捧场啊！